以色列在暗空袭加沙地带阵营，上午有50个人死亡。另外，哈马斯宣布这几天会放出非以色列的外国人质。孟加拉是全世界第二大成衣生产国，这站工厂的工人抗议因的薪水伤低，惊街头示威。巴西跟阿根廷边境全世界上快伊瓜苏水墙，这几天因为落大雨，水量达到十年来上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事。以色列在暗时空袭加沙的难民营，上午有50个人死亡，150人受伤。以色列的理由是哈马斯利用人格处置暗号引起空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出声叫以色列停火，讲这加沙是已经变作一片婴儿的蒙阿波。也那是哈马斯是宣布，这几天会把非以色列的外国人质放出来，而且佫放掉要让加沙变作以军的重心之地。以军32大规模空袭加沙北部，将加巴利亚加沙地两个难民营炸掉，初步统计造成至少50人死亡，150人受伤，还有数十人待在石头堆，并将在增加厝下中找找亲友。对有人伫个应该安全的主题区，刷加做攻击目标真愤慨。وهم الأطفال جله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والشباب الأبرياء لا مظاهر عسكرية هنا. 以色列军方证实，空袭加巴利亚难民营，表示攻击目标是哈马斯中部据点，佮炸死佮采取侵袭以色列有关的哈马斯主要指挥官，也指控哈马斯用民间做暗号。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再次呼吁保护冲突区内的平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声话：印度停火，唔通让破坏佮欠清气饮水继续夺走加沙儿童的性命。Now more than 3,450 children have been killed. Staggeringly, this number rises significantly every single day. Gaza has become a graveyard for children. It's a living hell for everyone else. Hamas 表示，经过协商者协调，因未来几天内会陆续释放非以色列人的外国人质，也讲会和加沙加入以军的网啊，另外放出影片展现武力，显示卡萨姆旅的海军将希瑞为工厂刷到海波联合之海，讲希瑞向准的当时作为测试，推测以色列行动中的海军目标。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经过卡达道桥，埃及今日是同意重新开放拉法关口，让有外国护照的人，佮有着重伤的巴勒斯坦人，会当对拉法关口离开加沙入境埃及。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有真侪百姓是挂行李伫咧拉法关口，等要离开加沙。根据法新社报道，伊佫是有545个摕外国护照的民众，今日会离开加沙，是这10月7日战争了后头一批离开加沙的百姓。另外，是有要挖90架在巴勒斯坦伤患的救护车，会对拉法关口入境埃及治疗。目前还无确定，这拉法关口会开放到当时，要看以色列、哈马斯和埃及敢有达成新的协议。以色列强硬的手段是引起愈来愈侪反弹。玻利维亚的总统长就宣布讲，要跟以色列断交，是在战争了后头一个跟以色列断交的国家。也那是哥伦比亚跟智利是召回因主以色列的大使。另外，民间除了有反战的示威，在法国有一挂厝因外口的壁是去红彩犹太的标记。大众就真烦恼讲，这挂标记那是画伫咧犹太社区，恐惊会引起仇恨攻击。玻利维亚表示会跟以色列断交，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的生命、和平、自由等权利的原则和宗旨，参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中规定的拒绝任何无人道战争和无武力人格的对待。De respeto a la vida ha tomado la determinación de romper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el Estado de Israel en repudio y condena a la agresiva y desproporcionada ofensiva militar israelí que se realiza en la franja de Gaza.Y la amenaza de la paz y la seguridad internacionales. Y se debe de poco para su tan jamás hubo un tante, tal vez se hizo un tosión. Chichen si va a ser de si ya go lin chi hong a tao, se quien hong kong danza, gasa to long, tosión pese si son buso. Gote ya fue chu bigo, we don to, don ya ting, y se de, go zi o gai gong, lin do gyu wan yu sin, go bakin putin can tosia tang yin, y ta chen hui, the ho huan zin si we ja pa dun hua yin. Shame on you all!
all of us are commit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 life.自伊哈战争以来，全球反犹太、反伊斯兰极端主义伫真侪地区继续爆发。31伫法国巴黎，一名摸头巾的妇女伫地铁站内大声喊“圣战口号真主之大”，阁有威胁性的举动。巴黎警方沟通无结果，因为危险无缓解，对伊开枪。妇女的腹肚着枪送医。法国政府表示会分别针对妇女甲警方武器使用情况展开调查。颠倒反犹太氛围也扩大摊开。巴黎几啊栋建筑狂喷代表犹太民。作为大会之前符合外界烦恼，犹太人住所防标记，法国政府强调绝对无用阮反犹主义。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国际愈来愈多人反对以色列，因为美国嘛支持以色列卖停战，说讲有真侪国家是抵制美国的企业，亲像约旦的麦当劳、甲星巴克都拢无人愿意去。另外背后有伊朗做靠山的也门叛乱军青年运动，当时佫走去拍以色列，经过这义军就爱停止侵略加沙。犹太的首都安曼一间星巴克咖啡店进行生意真好，人客真多。严格以色列跟哈马斯爆发冲突了后，店内多数时间拢剩空空的椅啊，无人去。因为犹太人正伫发起抵制美国跟以色列的活动。Before the siege in Gaza, Starbucks was full 24 hours a day. Now, as you can see, there's no one.由美国真支持以色列活动前，加沙犹太人真不满，唔拿星巴克无人去消费，当地有名的三多一级连锁店也加可口可乐收来，改用其他饮料来代替。I came in and ordered an orange juice in order to stop drinking Coca-Cola, but normally before I always asked for Coca-Cola. The government doesn't do enough, and then it's up to the people to make a difference.更加明显的抵制目标是麦当劳，因为伫战争爆发了后，以色列麦当劳加名店关停免费的餐点，和以色列军人引起当前巴勒斯坦人的犹太民众强烈不满，将大家拒绝吃麦当劳。像安曼当地麦当劳店面内底拢空空无人。除了民间的抵制行动，中东地区甲以色列敌对的军事团体趁乱加入攻击行列。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拜二第三摆袭击以色列。قامت 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بإطلاق دفعة كبيرة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على أهداف مختلفة ل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محتلة青年运动警告，那以色列军队未停止入侵巴勒斯坦，因也有下一步行动。以色列是讲会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美国媒体分析，青年运动正伫升级对以色列攻势，那是地区竞争继续来升悬，冲突恐惧扩大。公司新闻，是万林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漏核废水入大海了后，中国就禁止日本的海产进口。不过，即阵美国驻日本的大使颠倒是宣布讲，要北海道的日月潭要和军队加菜，甲中国对徛。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俄罗斯乌克兰遐个战线，以色列甲哈马斯就搁掺内乱，造成武器一直咧起价。需求量上界大，155毫米的炮弹，计销一年换四杯。英国《泰晤士报》道，法国不满欧盟的机构要请人的时阵，话听书是用英语来考，所以讲得发音生疏。故安尼语言无平等，其实非英语的人士。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马里兰大学用低心医是给人体用，今年9月是开第二例手术。不过即阵过六礼拜，病患出现白色的反应，自安尼死亡。上月是《华盛顿邮报》，印度有几多位反对派政治人物甲记者收到谷歌公司的警告，讲因的手机啊可能被政府的黑客当作攻击的目标。不过印度政府是强调讲，因无管控反对派。南亚国家孟加拉即阵是爆发真严重的示威，其中一项是在成衣工厂的工人抗议因的薪水伤过低，根本都对袂到这钱变薄的速度，要求爱加薪水。孟加拉是全世界第二大成衣制造国，唔那这平价服装品牌，亲像 Gap、H&M 跟 Zara 有工厂伫咧遐，连这高级的品牌阿玛尼的商品嘛，有诶是伫孟加拉制造诶。成衣产业遐尼兴，不过因的工人的薪水却是真低，一个月敢那2400块的台票。今年因8月当地通货膨胀的比率是已经破12年来上界悬诶。咱掠这鸡卵甲豆仔油来看。一粒卵3块外台票，一桶油2.5台票，是有比咱台湾较俗些块。
不过，咱来注意讲，因的基本月薪才2400块台票，也就是讲，基本薪水是无够咱台湾的一成。不过，物件煞甲咱差不多，无怪这民众是话讲话不落去。发起示威的生意工人大声发口号，真侪人也长棍仔行上街路。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工业区，加上大工业城市，加一铺顶地拜日有上千上万的生意工人集体罢工。因甲警方对立，放火烧攻击车辆，也无放过工厂设施。因的这么受气，是因为薪水实在太低。这些打工人，我的工资没拿过来。孟加拉是支持中国的生意生产大国，境内有3500间生意厂，聘用400万名的工人，为欧美企业 H&M 甲 Gap 等真侪有名品牌代工，当年生意出口额达到550亿美金。也不过当地工人，达个月基本工资无够台币2400块，大约75块美金。工会营业部计起，当地要求加薪到230块美金。也不过资方只愿意调降到90块美金。劳工受气发动抗争，长期以来，孟加拉生意厂被批评压力劳工，过几下摆发生建筑放弃事件，2013年一条严重事故，就带走1000多条人命。在这个同时，孟加拉反政府示威继续燃烧。在顶礼拜六10万人行上街路了后，反对党发起为期3天罢工，抗议民众不满反对党领袖被控谋杀政治，在示威中死亡的警察，受气受巴士设置路障阻碍铁公路交通，国家警方爆发激烈冲突，结果共有2名反对党成员死亡。孟加拉会在明年1月举办大选，反对党指控总理哈希纳专制独裁，要求伊先落台，由当地政府来举办公平选举。公司新闻站回应。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相接，有很多阿富汗的难民队走去巴基斯坦。不过这阵巴基斯坦是认为因国内有一挂犯罪事件，甲这挂阿富汗的难民有牵连，所以讲就下令要甲伊赶走。这几天两国的边界是已经出现600架车等要出境，有20万的阿富汗的百姓已经离开。巴基斯坦跟阿富汗两国最近因为军事发生的外界攻击事件，关系是真紧张。伊斯兰马巴在东郊指控境内阿富汗人牵涉犯罪、走私这不法的代志。今年24日自杀炸弹的攻击，就14件是阿富汗人所做。指控民兵在阿富汗境内进行训练，后来才走入去巴基斯坦进行攻击。不过对着这款的讲法，克布尼政府是讲巴基斯坦的安全是国内事务，跟他国无关系。也不过，巴基斯坦要求无合法身份证明的外国人必须在撤离进程来离境，那无会面临被扣掉的命运。内政部的资料显示，巴国境内有超过400万的阿富汗移民跟难民，其中有170万人是无合法的身份文件。یا ہمارا افسوس یہ ان لوگ ادھر 45 سال اچھا زندگی اچھا بسر کیا لیکن ان لوگ ابھی تنگ آیا另外，通往阿富汗的关口，这几天出现100台载满人员甲塞底物件的卡车，估计车位置已经有28阿富汗人回乡。这样酷吏行动引起联合国机构、人权团体甲塔利班政府广泛的批评。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全世界上盖块最强是巴西甲阿根廷边境的这伊瓜苏最强。是几天因为当地落大雨，水量是10年来上盖多。张美金总管，咱赶紧来看。臭流水飙落来，一直激起水花，很快就像青出白烟，跨过巴西甲阿根廷边境，总跨度超过10公里，平均落差70几公尺的南美洲伊瓜苏最强，原本就真壮观。最近因为巴西南部连日大雨，拜伊水量达到每秒2420万公升，是平常水量的16倍以上，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因为水位涨起来，当地有名步道已经洪水淹起，无法度通行。也不过也是有不少慕名来的游客，看到壮观的水情，欢喜间呢。
está sendo difícil da mesma forma. A gente pode ver o volume, alguns passeios não estão conseguindo ser feitos, mas isso não diminui em nenhum momento a experiência que está aqui. É a segunda vez que eu venho aqui conhecer os Cataratas do Iguaçu. A primeira vez foi há 12 anos atrás, com a vazão normal. E agora estou conhecendo com a maior vazão da história dos Cataratas do Iguaçu. E para mim é um privilégio estar aqui novamente, ver esse espetáculo da natureza.伊瓜苏水墙相关水流量是伫2014年，迄当时官方记录是每秒4630万公升。伊瓜苏由275个水墙组成，比全球平均流量上大个尼加拉水墙更加宽、更加悬，被票选为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伊瓜苏水墙排列水量下降到每秒1810万公升，也毋过因为安全考量，目前主要人行道依然无开放。公司新闻请关联朋友。美国万圣节装摊一定有金瓜，即阵嘛是金瓜大出的季节。不过因为今年烤花，即产量是又搁少又搁细粒。另外一项农产品，美国的柳丁嘛，因为气候甲病虫害产量减真多。今年柳丁节机会介绍是已经去高雄。迎接万圣节，为美国白宫到英国的动物园，拢布置真侪金瓜来庆祝。金瓜的市场需求是真大。不过，美国中西部种金瓜的农民今年煞笑袂出来，因为最近烤花水分的供应真无稳定，冲击到金瓜的产量。We found out pretty early in the year that our reservoir supplies were pretty low, and we were only going to get about half the water we normally get on a normal year. 一个为科罗拉州来的种金瓜的农民讲，后来伊决定把种金瓜的数量减到英国的五六成。不过，嘛有其他种金瓜的农民讲，欠水地主收成歹，金瓜嘛因为安尼变较细粒。I think that affected the prices and the shortage of pumpkins this year. 种金瓜的农民讲，因为今年金瓜的产量减少，加上燃料、加人工等等各项成本，因为通货膨胀来起价，致使今年市场金瓜的价钱比往年较贵。而且起价唔那是金瓜尔，受到极端气候甲病虫害的冲击，美国、巴西、墨西哥等等主要柳丁产区的产量嘛受到真大影响，致使纽约柳丁节机会减少。10月31日，八创下一磅4.17美金的历史新高，了后落到一磅3.83美金。不过今年以来，柳丁节机会介绍去的幅度已经有到90%。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来看两项新型的交通工具，荷兰有一间大学是打造出全世界头一只太阳能的越野车，只要用太阳能，就当驶超过1000公里，趟过整个撒哈拉沙漠。丢刷造型的马卡龙绿色的车，驶在沙漠当中，这是荷兰恩荷芬科技大学的太阳能研发团队打造全球第一台用太阳能的电动越野车。作为用电免到充电站起点，用影像的方式靠车顶的太阳能板来充电。这摆试驶要穿过撒哈拉沙漠，行1000公里未断电。Stella Terra is robust enough to navigate not only on paved roads but also on rough terrains like this.On a sunny day, Stella Terra can drive 630 kilometers, is road legal, and has a top speed of 135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only weighs 1200 kilograms. 研究团队为摩洛哥北部出发，穿过大的河坡、金白的森林，驶在增加山区小路、加山土、加山的沙坡顶，用各种不同款的地形测试车的性能。We tested Stella Terra extensively. We started.In the north of Morocco, and we drove over 1,000 kilometers through various landscape to finish our journey in the Sahara, all powered by the sun. This 台越野车只有两人的飞，已经能合法上路。好天的时阵，车的续航里程超过630公里。那切换到越野模式，在增加无平路，续航里程是550公里。研究团队更加欢喜发现，为车量身定做的太阳能转化器，转化太阳能效率比有机较高，火车消耗的能源比有机省30%。不过在试驶中途，专用操控的环所害气，需要阁换新呢。Some parts needed some adjustments, but overall, Stella Terra performed above expectations on and off the road. With Stella Terra, we want to demonstrate.What's possible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We want to inspire companies, students, everyone.
研究团体认为，被打造应用对各种地形的这辆汽车真困难，佮会将太阳能板嵌入汽车当中，以前毋捌看过。未来五到十年，电动车会伫全球能源网络系统扮演重要角色，按望营造领先市场的研发佮创新改变未来。公司新闻，但是董朋友。来看另外一款特殊的交通工具，英国打造全世界上最大的氦气飞行船“天空驾十号”。其实，伊是十年前就已经在测试啊，不过因为无够稳定，本底是无要继续研发。这几年间，碳排放的观念愈来愈死行，或者氦气飞行船又搁受到关注。相近2026年就会开始量产，甚至军用直升机也搁有侦察机使用。由英国混凝航空交通公司打造的全球上大飞行器“天空驾十号”，为2012年就开始试飞。安尼个氦气飞船，碳排放量比传统飞行器少九成，上济一摆能留伫空中5天，飞行效率高。不过，伫2016年第二摆试飞时阵，伫降落机头当当落地涂骹，驾驶舱受损，好佳在机顶人员全部平安，无人受伤。因为气飞状况不稳定，氦气飞船好亲像要行入历史。不过，在这场减碳时代，搁一摆欠大家眼光。最近，甲英国上大军火商贝奇系统合作，希望能开发成做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开始商业化生产。业者表示，天空驾十号每一摆能载100人来回西班牙境内各都市，或者是西班牙小岛甲马耳他的短途航班。所以，西班牙一间航空公司都预订10架，上远4点钟的飞行距离，提供比传统客机更加舒适的舱房，装透明的地板、落地窗啊，当然要四天过路，要过餐饮的服务。Well, here we are on board the Airlander 10 cabin. Here we're fitted out with 8 ensuite double bedrooms, living and social spaces, and with the ability for passengers to take a multiple day air cruise. But this same cabin offers so much space that fitted out for 100 passengers for domestic flights.Every seat will be accessible to the aisle. You'll be able to look out through these floor-to-ceiling windows, and you'll be travelling in quiet. 天空驾十号的飞行管道甲直升机同款，而且强调会用伫较平的表面降落，包含水面、沙漠甲雪地，对抢购豪华旅游市场有帮助。啊，不过这几年测试真侪摆拢出问题，煞乎外界怀疑伊的安全性。公司新闻，新竹会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